终于还是回来了，没想到老宅破烂成这样了。明天开启改造模式。外出打工十几年，最终我还是回来了。没想到院子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。由于十几年没住人，房子房顶都快没了，住人是不可能了，连电表都没了。明天去借割草机先除草，东西准备好了，今天开始除草。
Thank you.
Bye-bye.
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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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